The Philippine Jiangsu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Nanjing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mourn the victim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菲律宾中国江苏总商会与南京市侨联同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无辜的生命被蓄意夺走，这个日子也成了中国人民的公祭日。每年的12月13日，全中国人民都会以各种形式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和缅怀惨死在日寇屠刀下的冤魂，以及在抗击侵略者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今年南京市侨联期望通过海外侨界的悼念活动，唤醒更多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倡议海外侨团一起同步举办了一场勿忘国耻、圆梦中华，海外侨团同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活动，获得各地侨团积极响应。菲律宾中国江苏总商会组织会员于12月13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在会所参加了此次庄严的同步悼念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也向世人传达了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坚定信念。南京市侨联倡议的这次活动，正是为了唤起个体和社会的记忆，以确保历史不会被遗忘，通过共同悼念向全世界宣示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尊重和怀念。所有参与者都表达了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哀悼，他们举办了庄重的纪念仪式，为罹难者献花点烛。菲律宾中国江苏总商会为了让更多人牢记这段惨痛历史，还特别邀请了旅菲中国留学生以及菲律宾大学生一起参加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致以深切哀悼的活动。赵建会长在悼念仪式上带领大家诵读了和平宣言后表示，借着悼念给世界传递一个重要资讯，历史不可磨灭，对于战争和暴行的反思与警惕能够在悲痛之中连接人们的心灵。他们向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蹂躏下遭受苦难和死亡的人们致以追思之情，同时也向未来承诺，将致力于和平与友谊，时刻警惕，以确保历史的惨痛悲剧不再重演。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